床还黑的，天哪，好尴尬。第三圈不用这样，没关系。哎，我没有遇到这个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。啊，太尴尬了。我就不应该哭了。忽闪又忽现，出没在心底。转眼，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。谁哭哭啊？大声地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。失去世界不可惜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。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为你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我吓到我了，看到我过来了。你还没有听说吗？就是因为这个要先给你，好乖。就是因为你说过，我们两个非常的相像，那能够那么的相像。那么的互相了解，就可以那么互相的了解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我很希望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这一间咖啡店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店。那我也希望，在未来的你，可以和每一次的都继续来一起喝咖啡，不只是在柬埔寨，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慢慢的一起爱。所以。我要请你，nice。我要请你，卷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什么狗？哇塞！可以考虑到你健康吗？你要研究说什么？姑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不可以把姑姑带着哦。等一下，路过，最近很流行路过，就刚好路过，就大家就走进来。小心在附近遇到。好奇怪，还在那儿啊？就是。好，愿意可以再讲。天哪，
垃圾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对戒。哦、oh, ，got it。小熊可以给你。小熊，小熊。雅言，你要说什么啊？我拍一下，我拍一下特写手，就是那个戒指的特写。确定是这一指吗？因为之前没有经验，是戴这一指。左手无名指，对。对，左手无名指。OK。OK。好。OK。Good. 谢谢谢谢各位，耶、yeah, ！谢谢谢谢，恭喜！ Thank you. Good. Thank you. OK. 好错。